准备点火鸟，把它洗干净，先把它冲洗一下，这个黑毛把它不干净的，先把鱼盖好，待好，先把它裤子晾半边。 那我们把鱼先扯好，这鱼皮要稍微偏厚一点，就是偏薄的。放点姜，放点葱，再放点盐。 放点胡椒粉儿，放点料酒，让它炸一下，腌15分钟嘛。先加胡椒、鸡精、料酒，先不要加盐。 加再多的，把它水分就是快。酸菜我要投一下，先把它切细哦，姜切细。 蒜切成葱花儿，煎鱼头必须混合油，吃起来更香。 加点蛋清，然后吃起更滑更嫩。加点红色粉儿，加点盐，调入鱼片儿，五分熟。 蒜米，再放葱花儿、干海椒、花椒，都用给它炝香。